Hello， 大秦。那么今天就来随便聊，顺便打环节了，好不好？那今天的话呢，先来打一下我们的正传奇关卡，继续谁谁练，好不好？那这边被揭露的这个神殿之秘宝啊，哎、欸，不是。打错了，我们应该是鸣鼎猎田场的这个三星哦、喔。然后这边的话，不动传输带来了哦、喔。这边的话，上次好像被一堆那个鹅给打死，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有没有办法哦、喔。这几天的话，基本上泽平啊，好不好？这个暑假、啊、要陪家人哦、喔，就是出门一下哦、喔。其实泽平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跟家人出门了，因为我自己每天就是要出六部影片嘛，其实要出门算是一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不过，这个暑假、啊、就陪出去个一两天这样子，我们要去垦丁吧。哦，这个大家说真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小朋友的话，哦，这个能够跟爸妈出去就尽量就是跟一下。虽然我知道可能会很无聊，或者大家只是想要玩就是那个电动跟手机，但是我说真的，你出社会之后啊，真的很难，好不好？很难就是跟家人出去，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时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又是那种就是都会跟你们一起玩电动的、啊，那你真的就是你要特别感谢他们了、啊，因为就是他们还会陪你就是做一下你们这个娱乐哦。那我跟我爸会一起看动画了哦，所以我也是蛮喜欢推他看一堆就是动画的。我都会去就是跟家人做一些互动哦。我虽然是住在家里，但是我因为每天都在工作，所以基本上就是下楼啊，就只有吃饭的时候会下去，然后或干嘛，只有一段时间会跟他们见面这样。就是我这边的工作是这样子啊，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这一次基本上就是哎，刚好就是他们好像去垦丁吧，然后就刚好跟过去玩个一天还两天哦，所以基本上这几天的影片啊，都会就是提前录制。其实这今年的话，感觉蛮多远门的，就是像这一次算是去个一两天，这个还好。我好像八月跟十月好像还要去日本哦，喵了个球。其实我自己个人完蛋了，要被这个鹅给打死了。我自己个人就是不太喜欢就是太常出去太久了，因为我每天都还是会给大家就是给自己就是定一个目标，就是一定就是要出影片给大家陪伴大家，不然其实我怕就是一这样做啊，可能就是一个消失，有没有 YouTube 就直接把你整个就是打翻了，要不然就是一个消失，然后如果不做影片的话，我就会就是开始怠惰吗？对啊，我会怕我自己会突然懒惰下来，所以我在出门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提前先录好影片。我在想说，我八月到底要怎么办？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八月的话，就是我八月十一到十，原本是到十八号啊，都要去日本。然后后来的话，因为十八、十九、二十啊，是那个 FF， 也就是泽平都会去摆摊嘛，就是卖折纸的东西。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16号的时候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马上就要接 FF， 所以是等于是11、12、13、14、15、16、17、18、19、20， 10天，我要出60部影片。我那个8月9号、10号，我哇60部啊！哎、欸，算对吗？等一下，11、12、13、14、15、16、17、18、19、20，对，60部。60部，而且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要出66部，因为我21号应该也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哇，66部、哦、我的天，反正就到时候如果真的受不了没有办法的话，我应该就只会就是那几天可能就出两部猫战吧，就是可能就是出两部猫战的话，这样十天这样出20部，然后再出两部，当然等于是22部。当然其他游戏可能就没有办法出了。哇靠，66部哎！但我尽可能还是会让自己就是出到66部啦，好不好？我看我一下我有没有能力，反正我就会慢慢先推荐影片。其实要出这么多部影片不是个问题，只是题材不知道要怎么出啦，好不好？哇，八月。看起来还很久，对不对？其实很快就到了，我的天哪、啊！66部，我到时候如果真的把66部都出完，我一定要要拍照留念一下，然后我就要前往日本，还有就去摆摊了，好不好？就其实我说真的，就是我有就是最近的这个九日野的时候，都有跟大家聊一些就是那个出社会或干嘛的一些话题嘛，对不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蛮好运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有找到一些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工作哦，就是像这个行业啊，就是刚好可以让我就是维持，然后做这工作，然后赚钱。
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很享受这个生活的，所以就算要出66部影片，我也不会就是很痛苦，我只是那个时候应该会很累，但是我自己的话应该还是会想要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出66部。就是当你做到一份就是这份工作真的是你很喜欢的，然后你会一直做的，就是你不会怕辛劳啊，因为你知道你就是做的都是自己就是想做的，那你就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就是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找一下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兴趣啊，就是在你求学生活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这个尝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就是在这里面找到兴趣。但我们这一代的就比较惨一点点，就是因为台湾其实就蛮小的嘛，所以各行各业的这个竞争就蛮严重的，所以你就是必须要什么都会哦，这样你才会增加你自己之后的一些竞争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也不要就是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读书或干嘛之类的，因为你就是不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啊，对不对？你也只能就是努力读书嘛，这样你才可以就是为了自己就是之后的这个将来，就是可能你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打算，就是你至少可以去别的地方想哦，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会没钱之类的。你现在为了要读书，就是为了要增加之后的一些竞争能力。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的话，真的是可以跟你的这个爸妈来做一下讨论。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可以栽培啊或干嘛。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就是想要当 YouTuber， 我想要就是靠这个赚钱，那你还是先努力用功读书吧，好不好？因为 YouTuber 这个东西啊，说真的就是不是你想做，其实你想做也是可以，但是你就不能就是放弃一切，然后就是去做 YouTuber， 除非你真的已经做成功了，好不好？因为像哲斌当初啊，我自己还没有做成功之前，我也是在外面的公司上班，我只是等到就是觉得好像已经可以负荷我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我才开始转正职嘛。这个一定是要去做栽培，就是一定要去做安排嘛。你不可能就是今天跟你妈讲说，妈，我要去做 YouTube， 然后我不读书了，我就是要拼到成功为止，不是？那谁要照顾你，对不对？你爸妈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就是养你，对不对？对吧？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竞争能力之类的，这个很重要。对啊，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跟玩游戏一样嘛，对不对？你必须要练等啊，你现在在学校就是要练等嘛，对不对？你就要练等，你不可能就是就像哲平一样，我可能真的就是没练，然后我就是靠就怎样，我就靠钱嘛，用钱去就是抽猫猫嘛。但是你没有钱怎么办？你就是慢慢的要去学校练等嘛，然后要慢慢的就是让自己变更强嘛，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啊。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多多去找一些就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哦，然后就是会过得比较再更快乐一点点了。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过得很快乐，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受得出来。就像尽管我之后要面对66部影片，我也是好啦，做啦，好不好？反正也没关系嘛，反正大家看得很开心嘛。而且我做了也是就是提前上班嘛，我就可以就是出去放松，然后也有收入嘛，这样子那也是很好啊，对不对？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刚刚讲的就是要多多看一下有没有时间陪家人，因为我现在是小朋友，就还好了。只是因为哲平这边的话，我自己也是有年纪了，然后我也是每天都工作。其实从2017年我就开始就是每天都更新影片了，我也基本上就是都没有什么就是休息或干嘛，除了就是之前那个被红标嘛，就是出了一些问题被 YouTube 锁频道那段时间才休息了差不多7天这样子。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我如果出去玩或干嘛之类的，我都是会提前就是先把影片这边先做好，因为不想让大家是没有影片看，所以大家是都不用紧张，只是就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还是有在休息的，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边会不会很累或干嘛的，就也还好，就不会很累。我反而是要出去玩的时候会很累，因为我要提前先做好好多影片的这个安排，这个就累死了，好不好？就没办法啊，你知道吗？就日更型的玩家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你就会说啊，你可以不要日更吗？不是，那我没有日更的话，我的生活负荷不来，你知道吗？那为什么每次都在那边讲屁话，然后就死掉了，然后就一整天影片就快要结束了？大家一定会觉得干妈水片天王。我不知道每次跟大家聊这种东西的话，都好像蛮容易就会挂掉了，好不好？今天没什么特别，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这近况，因为大家都在放暑假嘛，对不对？暑假确实嘛，该去玩一玩，好不好？该去玩一玩，开开心心玩一下这样子。
我也是今年才比较多，因为有蛮多朋友就是找去那个出国的行程，然后也刚好就是想说我已经三十了，对，再不玩搞不好没力气玩了，就出去走一下，这样刚好，所以就还不错啦，好不好？最近这个心情也是蛮开心的，就其实这几年算是变蛮多的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也有可能近期吧，几年吧，有可能就会跟这个 YouTube 说拜拜，也是有可能，因为感觉就是这个世代已经开始就是有点难做了，嗯，但是说拜拜也不会就是完全掰啦，就我还是会就是录个影片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快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生存的，就像这一关卡是一样，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啊？我怎么打不赢啊？我操，人生败北了是不是？什么鬼？